大杂烩，牛皮，我这是二斤的，剩这些了。二斤的有五样东西，然后小瓶的是有七样，鸡胗、这个大罐的没有鸭掌和鸭脆肚，我这是正常辣。正常辣是弧形，就是不太辣，一般都能接受。我还是比较爱吃里面牛皮。三角骨，还有鸡爪，还有鸡脚筋儿，鸡脚筋呢？对了，好好吃哦。